Hello，大家好，好耐冇用呢個模式同大家傾下偈，同埋為自己去記錄下。咁啊，之前用呢種模式，咁其實係人都用，而家好多人用呢種方法噶啦，但我就比較少咯。但其實我都 start 咗呢樣嘢，由今年年頭2月我就去 start 呢一個方法，咁啊記錄翻自己點解突然間疫情到啊，個人咁懶啊，攤喺度唔願喐啊。唔知好似唔識點應對，就係、感覺到自己好懶洋洋啊，咁就走咗上去山度做運動啊，見多啲花草樹木啊，鍛鍊下個身體。嗰陣時咧，差唔多喺嗰個年頭2月21號，咁係我第一次。咁如是者 run 到差唔多幾耐咧？6月3號星期三係我最後一次。嗰次差唔多係我第38次，但係第38再同之前嘅第37咧，中間有即係最尾嗰幾次咧，成日都間住，因為多嘢做啦，又上唔到去，又成日落雨啊！我記得由凍去到變咗熱，成個過程係咁樣，即係凍就變咗熱，咁啊中間2月，咁其實個過程係點我少少唔係好記得啦。總之早突然間好似冇得教，咁我咪唔知自己做啲咩好，咁啊走咗上去一個限聚令嘅問題嘛。慢慢個限聚令咧演變到去剩翻4個同學仔，即係一個密室嘅地方，即係室內嘅地方，只容許4個人啊。譬如做運動嗰啲場所啊咁樣啦，咁即係我哋跳舞嗰啲一樣啦，咁4個人啦。咁去到咧4月嘅時候咧，有啲同學仔就見到我成日咁走咗上去山度鍛鍊啦，因為佢哋都冇上堂好耐。咁就同我講話，好想跟我去做運動，咁我咪帶住佢哋做運動咯。成個4月都係咁，咁咧，於是者成個4月咧都做咗一段咁嘅時間咧，咁 run 咗4個月之後咧，就好似5月度咧就已經有啲嘢就可以容許我哋可以再上翻堂，咁啊，梗係好開心啦！個疫情可以控制到啊嘛，咁好多嘢回復翻，慢慢逐步去回復翻嗰個理想嘅情況，咁我就。好努力咁啊，開 turbo 啊，開 turbo 咧就去還翻之前停課嘅堂俾同學仔啦，等佢哋可以多啲上堂啦。咁同埋佢啲課堂喺我手啊嘛，咁都要快啲處理。咁處理好咯喎，咁以為剛剛處理好啦，跟住點不知又而家啦，而家連續第4個星期今次係7日7日咁樣 run 落去嘅。咁去到由原本啱啱嗰一次就係、是。係7月啊，係咯，7月啊，好似啱啱係可以8個人，咁我咪即刻調呢堂，調到可以8個人，即係8個人一個課室裡面咯。點不知都未開到兩堂都未完，就已經係所有我哋呢種嘅模式嘅跳舞室嗰啲咧，全部都唔可以開，直至到而家。於是者咁而家第4個禮拜。好似唔覺就第4個禮拜咁，但係突然間今日點解的起會又想去用呢個模式去記錄下自己嘅心情咧？因為啱啱琴日同前日咧，係前日就處理媽媽嘅事啦，媽媽好開心啦，好快咁就幸運地媽媽可以搬新屋啦，咁我哋大家處理咗安心啦，因為呢啲都係一個我哋擔心，希望快啲處理到嘅問題，咁搞掂咗啦，好開心啦，環境又優美啦。咁琴日咧又咁巧係阿 Ruth 嘅生日啦，我三家姐啦。咁雖然唔可以一班人慶祝，咁都想表達少少心意。咁我哋一兩個人咁啊就走咗去同佢慶祝啊，食下飯，跟住再處理一啲我要做嘅嘢，所以就變咗呢2日都好攰啊。咁唔知係咪攰過後咧，今朝突然間瞓醒咧，有點面失落感喎。呢個失落感咧，其實過去呢一個月裡面咧。久唔久都會揾嘅，但係我就會不斷用方法去解決。咁當然啦，我老師都有提點我啦，佢好好啊。咁我自己又成日都練習，譬如你喺網上都會見到我有時會 po 啲片啦。咁點解要用呢、這個都係其中一種方法嘅，因為而家就算表演其實我都好少啦。咁但係因為之前你仲可以教課啊，咁你仲即係個工作可以幫你滿足到你自己。舞蹈上啊，或者簡單啲講啦，你可以不斷練習，唔係淨係教課，我自己可以上堂啊嘛。咁但係而家乜都冇嘅時候，剩翻你自己一個，咁嘅時候咧，我就諗咗個方法，不斷去拍下片，俾咗一個平台自己去鍛鍊翻我自己嘅舞蹈。
因為始終我自己做咗跳舞呢樣嘢咁耐咧，好多時都展現於人前啦，自己嘅舞技。咁但係就唔中意做一啲唔好嘅嘢咯。咁我就會盡就會成日都鞭策自己，希望做好啲，做好啲，做好啲。但係今次咧，無論教課表演，我又本身少咗啦。咁或者自己上堂可以上堂跳舞嘅空間又少咗。咁我就借呢個平台咧，就俾翻少少壓力自己，就希望即係所謂嘅有個寄託。咁同埋因為而家唔可以走上山嘛，因為上次嘅經歷咧就係、是、以為自己真係好，即係雖然我已經管理咗我自己，唔好似以前咁啦，但係都有時控制唔到自己咧，成日都 over 咗嘅。其實我已經改咗呢個壞習慣好耐啦。咁但係上次咧就以為覺得冇嘢冇嘢啦，陪住啲同學仔啦，咁自己又鍛鍊啦，咁又戴住口罩講完呢三個，又講下三個。咁覺得好似冇嘢，但係就淨係後屘咧，淨係好驚戴住個口罩講嘢，好辛苦。因為原來睇醫生先知，原來我焗親啦、中暑啦，自己唔覺嘅，因為你仲好捱得嘛，不嬲都我都幾捱得㗎其實。咁你捱下，以為自己改變咗啊，個人年紀大咗啊，調整咗，原來咧都係處理得唔夠好，所以今次驚啦。仲要加埋早排咧，你見到啲天氣幾鬼熱㗎啦，就算啊而家已經可以去到話。限聚令是一對即兩個人咁樣，咁我仲有一個人啊嘛，咁我就係咁啊，一個人都仲想去，希望可以做得啲乜就得啲乜，但係今次都唔敢亂嚟，咁唯有就係、是乖乖地留喺屋企啦，疫情唔好周圍走啦，管理好自己啦，但係咧就好多人就係管理咗個衞生啊，注重啊，即係所以洗手啊，洗手唔好摸乜啊，戴口罩，但係好多人都疏忽咗，譬如你個情緒上，我哋其實係。管理上可能都不足夠，或者是不夠專注，或者只不過是害怕不出去這樣那樣，但是情緒的管轄或者個處理呢，未必人人懂得咯。我自己好在真的有跳舞陪住我，但我都有今天這個情況出現呢，其實我會接受的，不過就跟自己說定一定先，問一問自己發生什麼事，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自己，希望將啲負能量撥走啊，或者就算幾厭悶、幾唔開心、幾唔想接受嘅嘢，我哋都要平復翻去處理翻。咁所以突然間就會想拍一記錄一下自己啊，原來我呢個 moment 我會有呢個情況出現，或者同大家都分享一下。如果大家遇到呢個情況，大家都鎮靜啲，或者揾人傾訴一下。咁而家咁樣幾方便啊，係咪？咁雖然我未必係最中意用呢一種方法，或者有啲人叫我網上教課，或者話未來都係用呢一種方法噶啦，咁我仍然深信有康復嘅一天，因為其實我唔係最中意用咁樣咯。網上教課我亦唔中意，我中意見到啲人咧喺我面前咧流曬汗啊、拉筋嘅痛苦情況啊、跳舞記唔到嗰種猛整，其實我係中意咁樣，因為其實我哋始終係人咯，有血有肉係一種互動，但係而家都已經。逼到埋身，可能未必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咁但係我哋都仲可以，咁而家呢個渠道正好啦，正好就俾我有一個宣泄嘅空間，或者所謂嘅對住個鏡頭傾下偈。其實人哋話聽翻自己講嘢，或者成日咁對住個鏡頭講嘢咧，好似痴痴地咁樣咯，就容易精神病嘅仔。其實唔係㗎，咁你自己要理性咯，當然。咁你講完嘅時候，你睇翻自己講，其實都係變相一個鼓勵鞭策緊嘅自己。咁其實你呢個疫情裡面何謂鞭策？所謂嘅鞭策就係話你人始終我哋嘅經歷裡面都要面對好多我哋未必中意想嘅嘢咯，樣樣就曬你，咁就唔係叫人生啦，係咪？咁所以係咯，咁我就借呢個機會宣泄下，或者同大家都分享下啦。咁其次前個禮拜我都要求咗我自己嗰啲學生 TLDTC 嗰班同學仔，佢哋幾個嘅啫，咁我都俾一啲功課佢哋，因為我都其實。他們進展中的，但是又因為這一次的限聚令，我們突然間又要 short cut 所有東西，所有東西停下來，我就要求了給一個功課他們，就寫下自己不可以跳舞，在疫情裡面不可以跳舞的感受，但我看完之後硬是覺得差點東西，接著我就要求了他們拍片，我終於知道就是因為我看文字，因為我平時對著他們講，我看到他們的表情、啊、或者變化，但今次不得嘛，咁我就叫佢拍低片，我就睇到佢哋嘅，睇到佢樣啊，睇佢哋有冇退步啊，有冇借意去鞭策下佢哋啊，咁同埋俾啲嘢佢哋做，
等佢哋唔好即係胡思亂想先，因為幾強勁嘅人都會有胡思亂想嘅一刻。咁我希望揾佢哋做個頭先啦。我希望其他同學仔未必係 TLDTC 呢班，佢哋都可以睇到個版。咁如果佢哋想，我都好歡迎嘅。咁希望有機會都可以分享一下佢哋嘅感受，因為其實人係需要一個空間嘅宣泄咯。又或者有人俾一樣嘢你去做，咁你咪去 follow。咁我希望呢個方法都可以幫到下佢哋，亦幫到下我自己。大家用呢一種嘅渠道去交流一下咯，因為疫情其實我自己都唔敢抱一個好大嘅期望先。咁但係呢個期望一定要存在。咁幾時完我自己一日過一日都覺得唔知幾時可以完，但係我知道我嚟緊我可以教翻我學生嗰一日，我一定係好開心，我一定係好開心，或者去做翻一個。我哋大家可以做翻一個過翻一個平常嘅生活，大家一定好開心。但係大家一定要我哋抱住一個樂觀啲嘅態度先，唔好成日自己嚇親自己。係啊，呢件事係好得人驚㗎，大家都冇諗過㗎。咁但係呢個訓練都唔容易嘅。但係如果我哋今次可以樂觀地去面對，就咁艱難又係咁過。你可以用一個好凄慘嘅情況去面對。咁其實真係幾凄慘嘅。不過還是我都是要選擇我啦，我會選擇一個積極啲嘅態度去面對，希望唔好成日苦瓜乾咁樣咯。因為我知道係幾辛苦，見到有好多無論新聞上見到好多唔同嘅社會問題發生，但係我哋做得到就盡量去做好，去處理好我哋嘅情緒健康，咁揾一啲適當嘅渠道同大家溝通一下，我覺得都一個未嘗唔可嘅好方法咯，咁樣。係咯，其實我最主要係想咁咯，希望自己都呢啲負面嘅情緒都唔好成日嚟揾我，覺得好似有少少點咧點咧點咧，因為其實我要做好我自己，其實需要好多時間，只不過有時係自己發下猛整，冇得宣泄，冇得去旅行，冇得去玩，冇得呢樣冇得嗰樣，因為嗰樣嘢平時對我哋嚟講太容易得到啦嘛。咁但係而家唔係咁容易得到嘅時候，咪個情緒會有起伏咯。但只不過我哋還是要記住，以前我哋擁有呢樣嘢係其實我哋幸福咯。咁而家只不過係一個鍛鍊咯。咁如果你經歷到呢個鍛鍊咧，其實我哋將來會更加懂得好多嘢珍惜，同埋懂得會更加做得好。不過一定要經過呢一刻，我哋即係我啦，我覺得比較唔係咁容易嘅一個訓練嚟嘅。咁但係係啦，點都要頂住 ，OK？ 大家加油啊！有機會我都會希望得嘅就同大家咁樣傾下偈，我都需要借助大家嘅正能量去幫下我噶，就係咁啦。拜拜！我要鍛鍊啦，因為我身體好緊啊，一定要拉下筋。啲傷患又嚟揾我啦，記住傷患係唔會走噶，係要經過你慢慢鍛鍊，希望佢唔好惡化。咁。如果覺得唔舒服，再去練習一下，仲好坐喺度發吽豆咁樣咯，就係咁，拜拜。